在泰坦尼克号起航的城市有一所世界顶尖理工大学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没错，他就是学术卓越享誉全球的研究型大学南安普顿大学。2012年10月，南安普顿大学在马来西亚柔佛州开设了分校，提供的课程在全球和英国排名都很高。该大学的电子和电子工程在英国排名第一，机械工程排名第四，航天航空工程排名第七。马来西亚校区为学生提供了学习顶尖工程课程的机会。该大学的工程系是双年课程，学生在马来西亚学习两年，再在英国学习两年完成学位。其他课程的学生也可以在需要时申请在英国完成学位。学生不但可以汲取全球化学习经验，也可以获得受国际承认的学士学位。而该校区的学费大约只占英美国家的60%。本科学费平均每年58马币，生活费约16马币，住宿费约5300马币。所以你心动了吗？那么这个夏天，让我们在北纬一度遇见未来吧。